华夏玻璃位于新竹市，创始于1925年，至今已有98年悠久历史，为台湾最大的日用玻璃制造商。除了技术创新，华夏玻璃更秉持信任、创新、回馈之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并致力落实 ESG 永续经营，据此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华夏玻璃身为百年企业，我们是全台最大的日用容器玻璃制造商。华夏玻璃我们生产的产品五花八门，我们在台湾今年的历史已经接近百年，第98年，即将迈向百年。华夏玻璃最具有价值的技术包含了玻璃的各种工艺跟技法，其中包括了压吹法、吹吹法，还有轻量型的压吹法。这些技术呢，都是经过100年的技艺跟累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商品中可以看到华夏玻璃工匠跟师傅的手工跟技艺。数位化跟自动化的转型之下，我们用机械手绘、大数据的模式，让这些工匠的技艺能够保留在我们的资料库中，让接下来的下一代甚至子子孙孙都能够继续拥有这些工艺和技术。少量多样化、客制化、精致化是我们的服务的宗旨，也希望在未来的100年之内，能够把更多更美好的玻璃容器跟玻璃制品介绍给大家，这就是华夏玻璃的精神。现在尤其是台湾的社会，老年社会已经提早到来，所以在长照跟生技产业，其实它有很大的机会跟潜能可以被发掘。华夏玻璃曾经有大概30%的营收都是来自医药产业，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长照跟生技产业，是我们未来的目标。非常感谢勤业中心这一次的协助，让华夏玻璃能够入选 BNC 的代表企业。华夏玻璃也会记得 BNC 它代表的是一个卓越企业的 logo 跟徽章，我们也会兢兢业业的继续努力把这个招牌给顾好。跟评审老师讨论的过程之中呢，他有提到一点，就是在资料的整合上面，也许有些东西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些资料上面我们可能本来成本以为是这样子，他觉得可以更精算一点。一提出来我就蛮有感觉的，非常感谢勤业中心这次 BNC 给华夏玻璃这个机会去参与，让我们自己再认识自己一次。非常感谢勤业中心所有人员，谢谢。